取一节青瓜。切成三段，设置成为打开包壳，一个洋葱，一个土豆，洗净去皮。天气热了，再加一点苦瓜，加一根芹菜。好了，原来基本准备好了，有芹菜、苦瓜、青瓜、土豆丝，然后再开一个鸡肉罐头，开一个鸡肉罐头，然后打开火到40%开始热锅。首先在锅的内壁均匀的喷一层油，这是防止粘锅，减少用油量。然后用 avocado oil 牛油果，加点盐，
把土豆炒上来，放黄油，放。然后加鸡胸肉，加入米饭，小火，把蒜切好，提前放15分钟。出锅以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加一点蒜。更有味儿。